这露营区的一个算圆形广场哦，现在是晚上，拍起来可能没有很清楚。圆形广场，然后旁边就有个凉亭，凉亭旁边就是卫浴了。卫浴果然如预期般，不是网路有写，投石块有十分钟，投币机，可是比较有点麻烦的。周二、周三不录影，不能录影。这是看不出来，写故障，不是很确定。反正就尽量找没有的，然后把它开起来看一下，里面就看起来有些东西都掉了，不过还好，总之就是很简易的，就是让你有热水，还是只，会不会都是有水啊？哦，那还好啦，那其实有水就好了。如果真的夏天来，我觉得也不需要热水，尤其白天热的要死。好，总共两排，一排四间，总共八间。啊，这厕所啦，所以两间厕所，八间浴室。旁边的水塔看起来还有过滤滤芯的，应该水应该蛮干净的。不过刚刚这边都没人啊，我发现这个水一直开起来，而且还开最大。不知道是谁忘了关还是怎么的，旁边还有衣服，是有人常住在这里啊。